Yo， 早晨，今日嚟到喺东京嘅第二个 full day， 其实已经系第三日啦。咁今日咧就会去轻井泽啦，一个我未去过嘅地方。咁今朝就比较早醒，所以咧就浸咗个温泉先出嚟，爽晒。咁我而家先去食一个早餐先，跟住咧就会搭新干线去轻井泽。而家东京嘅温度咧系九度，但系咧我唔知系咪因为浸完温泉啦，我就唔系好冻啫，系凉凉地。咁我着一件都得，可能有阳光嘅关系咯，我又唔系觉得好冻。可能试下呢度麦当劳早餐咯。其实都系同香港差唔多。set 到，系你咁温馨落去。我算咧，我都系第一次搭呢个日本嘅新干线。因為它本身實在太貴了，我今次難得買了一個 JR Pass 梗係用啦。其實我來回一轉輕井站已經賺翻個 pass 價錢，一程好像成5000幾嘅，但我一可以仲搭喎，任搭喎，佢全日不停搭都得嘅。快一個鐘車就嚟到輕井澤啦！嚟到輕井澤第一個感覺咧就係好凍啊，佢真係比市區凍好多。今朝我睇新聞咧話輕井澤今朝係四度，我諗而家冇嘅，我諗而家應該都有八度嘅，不過都好凍，即刻要加翻件褸。今次嚟輕井澤咧係諗住留半日，咁其實你嚟到輕井澤咧，你可以揀搭巴士啦，你可以自駕啦，又或者可以踩單車都得。咁我今次咧就揀咗踩單車，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點解我琴日冇租單車踩。不過今次我就諗住淨係會喺輕井澤附近啲景點度行下。我上網睇咧，啲人會踩到去中輕井澤嗰邊。不過今次我就應該唔會啦，因為咧一來一回都成個鐘。因為我諗我應該行完歐嶺應該兩點前應該會離開，所以咧租下單車淨係遊下輕井澤附近啲景點就算啦。700。Yes, yes, here I do. Hi. Goodbye. You hold. Just bring the kick. Hi. Let's try. Done. Okay. Okay. Then, my here, station, panda. Go, Ginza walking on. Hi. Next, the supply the fighting for that. Station, panda. Signal. One, two, left, Kumo bike. Hi. Station, panda. One, two, left, Kumo bike.ここから六本木から行きます。はい。じゃあね。はい、どうぞ。はい。喂，搞一搞个装束先。A few inches later。搞掂，好的。出发喽。恭喜啊！哇，我车头都挺重的其实。咁样轻车就踩单车都挺舒服的。又不是热凉凉地咁样啲风吹埋呢好爽的。
好似爆胎咁嘅声嘅，点解？一下啦，可能因为兴井泽呢度冻嘅关系咧，其实已经有红叶睇啦。你睇呢度成条街都系红叶，哇！一路扫过去几靓。咁样可以喺兴井泽度慢慢踩单车，真系好有啲唔系好真实嘅感觉啊！其实呢度真系有少少似咧去咗外国，好似啲欧洲嗰啲森林区咁样咧，有好多树啦，冇乜人啦，好似去咗森林咁。连而家嘅天气都有少少似去咗欧洲。而家去今日第一个景点云翔池，到啦到啦，哇都几多人噃，门口呢度有得泊车，要記得自己架車個 number， 因為實在太容易攞錯啦。7280。如果嚟雲翔池呢度咧，都系朝頭早嚟會好啲，因為晏晝日光咧可能影出嚟會冇咁靚。咁啊，朝頭早再加上今日咁好天咧，真係亂影都好似 wallpaper 咁。啊！繼續我嘅興井澤單車之旅，其實我都冇話特定要去啲咩景點，咁啊周圍兜下咯，睇下有咩睇。其實呢款咁嘅淑女車咧有啲難搞，哇！上車好攰啊！如果平路仲 OK 嘅，但如果上車真係有啲難搞，要好用力先踩到。我留意到興井澤呢度咧，差唔多全部都係一啲私人嘅別墅啊！
我想呢度都算是日本有钱人的度假天堂，真的超多了，全部都好靓嘅，你睇下，全部都是别墅级的。同埋咧，呢度啲人揸嗰啲车咧，全部都是靓车。你揸嗰啲丰田啊嗰啲咧，已经完全不入流啊。呢度起步咧已经是福士啊、奥迪啊、宝马啊、波子啊、法拉利啊，全部都是靓车嚟嘅。呢度成条路两边都是红叶，我想应该是头先大马路的延枝，几靓。你使乜吹奶都几冻。在入去呢度呢间卖咖喱牛肉包咧，好出名嘅。有一个是580 yen， 佢咧咖喱包都有两只嘅，一只平啲咧，呢个就系鸡肉嘅。咁另外贵啲嘅只咧，就系用呢个顺州牛肉做嘅。咁我梗系试呢个啦。哎呀，呢度嚟。佢哋而家即刻喺度食埋啦！我原本谂住攞上车食嘅，不过呢啲都系趁热食嗰啲，好香。睇下先嘛，哇，好脆啊！哇，好香牛肉味，同埋佢个咖喱咧系好好食。嗯，我50 yen 啊，30蚊港紙，有时喺冬天啊。食個魚柳，食曬一包都係好人，大推。隔離呢間雞扒好似都幾好食，哇！食咗個包都飽咗。一入到嚟商店街咧，即刻多翻好多人。今日已經係閒日嘅，如果係星期六日咧，我諗呢度會仲多人，應該慢慢會變翻疫情前咁樣。開始陰天添，不過行完呢個商店街咧，我都差唔多時候翻去環姐，因為咧就預翻少少時間咧去行歐嶺，咁跟住咧就會搭翻車出翻市區。好，出發環車啦！其實都算好彩啊！而家開始已經陰天。好似仲凍喎，今朝好彩頭先影雲長池嘅時候仲有藍天白雲。哎 ，thank you，yes，OK，Hong Kong，Taiwan，Hong Kong，Hong Kong，Hong Kong people，yeah，thank you，thank you。幾友善喎，老闆啊！還完車啦，咁而家咧仲有一個鐘頭時間俾我去 shopping。我想嚟得興井宅咧，90%都係為咗行呢一個歐嶺。因为它又大啦，又多布头啦，又靓啦。不过我自己觉得咧，我就应该唔会买好多嘢，都未必会买嘢添啊。但我会行下咯，因为我上网睇佢个景都几靓，即管睇下买唔买到嘢啦。
我上網睇過咧，呢個便當個眼型靚，同埋咧食完之後咧係可以再影翻。我諗住買一個一間喺新港船上食。係。原來喺度行街咧，一粒鐘真係完全唔夠。因為啱啱咧嗰啲職員咧係完全唔熟嗰個退稅步驟咧，搞咗成15分鐘都未搞掂。哇！搞到而家我要趕車，我冇時間行其他嘢添。我而家咧準備離開興井站啦，下一站咧我就會直踩過去涉谷。在这个涉谷一 sky 度睇夜景，走啦，拜拜兴井站，拜拜。話說我嚟咁多次東京咧，都係第一次嚟涉谷。咁呢個 Shibuya Sky 咧，其實喺開幕嘅時候我已經好想嚟嘅，但係因為啱啱撞正疫情，咁啊等咗足足3年，去到2022年先有機會。只需要14樓搭 lift， 然後再上45樓。咁個入場費咧係2000 yen， 喺網上訂咧就1800 yen。哇，咁樣嘅？咦？あ、これは形次第で大丈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正。超靓呢个景，你望下后边。太夸张。呢个就是另一个网红位，可能而家未天黑啊，所以未开始围封。有啲嘢应该会开始围封，呢度咧就要开始排队影相。而家未开始啊，梗系俾我影住先啦。我認錯了個網紅點啊！個網紅點其實應該呢邊先係，你望下呢條隊，呢邊先係嗰個網紅點。Mission complete.黐線嘅呢個 view 真係屈機。黃花影完啦，而家等入黑影夜景啊！Many many minutes later， 雖然話高布十一嗰個感光元件大咗，但係咧夜晚依然都係收翻埋佢啦。我相信呢個360應該個情況都係差唔多啦。會唔會勉強影到少少嘅咩？English? Yes. Okay. You have only 1 minute due to congestion. Okay, okay. Please wait a moment. Thank you. 哇，做唔到我？做唔到我？独霸呢度啊！其实都已经接近影唔到嘢，差唔多嘅时候走咯，走啦。值得再嚟嘅，因為個景色太靚。原來咧，佢樓下46樓呢度咧都有一個室內嘅位置，可以俾你睇風景。咁如果天氣差啊，落雨啊，你都可以喺46樓呢度可以睇到曬成個東京嘅風景。
站咧，我會去元宿嗰度行下，順便食飯。隔咗幾年冇嚟元宿咧，這個元宿車站咧係新起嘅。我記得以前咧係一個好舊木造嘅車站，而家已經變咗做一個好靚、好現代化嘅車站。不過我都係覺得以前木造嗰個好似靚啲。同埋咧，我記得以前嗰車站咧應該係喺呢邊。我記得係過馬路呢個位咧係一個好古舊嘅木造車站，而家新呢個出入口咧就搬咗去。哇，咁快，差不多七點啦，又是時候吃嘢啦。今次我揀了一間咧，上次嚟東京吃過，是念念不忘的味道，所以今次決定翻炒。不過吃嘢之前咧，我諗住去捉下通，好快咁兜個圈，好快咁下一轉。我記得我上次吃完呢個之後咧，係超震撼。我同自己講過，下次嚟東京一定要吃，但冇諗過係三年後。個機都 upgrade 咗喎。咦？呢個係新嘢嚟㗎係嘛 ？BBQ 定食，我想食黑毛鵝喎。咦？因為 menu 好似唔同咗咧。佢冇咗嗰個黑毛和牛嘅，其實最普通。我記得上次好似食呢個，跟住佢有個黑毛和晚啊嘛，但係點解今次冇咗嗰個咧？咁冇計啦，唯有食翻呢個咯。佢都冇黑毛和牛。少少失望，食唔到個黑毛蝸，冇計啦，食翻個普通嘅啦。試下仲係咪嗰只味先？又 keep 到水準，我一千蚊呢個好抵食喎。不過我上次記得好似唔止一千蚊，你應該加咗價。估唔到半個鐘咁快食完，因為上次嘅經驗咧，我以為要排好耐隊，點知入到去得一台客，到我走都係得三台。味道是 keep 到的，但如果你問我下次會不會再來呢，我就可以有更好的選擇咯。因為呢沒有黑毛鵝，我覺得如果特登來我未必會來咯。這間是其中一間我會翻出的餐廳，好像翻出過兩次，今次我都要吃到。現在就七點半，早早而已，還可以行街先回酒店。又買了一堆東西，竟然都被我買了少少東西，這數現在行完就八點了，還有少少時間都可以給我新宿兜個圈的，因為呢有東西要幫人買，那順便過新宿兜一下。三年沒去新宿了，
中口呢度咧變化又唔係話真係好大，同埋咧我終於都親眼見到呢個廣告板，好靚，真係好似只貓會跳出嚟。今次嚟 back camera 咧，主要係幫宅買嘢嘅，要幫我揾一隻 Apex Legend 嘅水怪公仔啊！直接揾玩具啊 ！Moments later， 冇啦，兜咗幾個圈都揾唔到，但係個網明明寫話有貨嘅，唯有問職員啦。完成任務，咁今日第三日就完啦。而家就翻去食埋個宵夜拉麵，就浸温泉瞓覺。聽日繼續遠行，養足精神，仲有運嘅。好啦，今日係咁多啦，拜拜，拜拜。